郑魔几番争夺天书，青云次次无功而返，如今天书落在咱们焚香谷手里，看他青云还有何话说。哼，师父，他们青云那帮人一个一个还很不甘心呢，他们和叛徒勾结了一路，想必早已事先商量好了，要抢夺天书，然后带回青云自己修炼。 自郑魔大战，青云元气大伤以后，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天书里的，乃是魔教的功法，非常的危险。相传800年前，魔教黑心老人，就是因修炼着天书里的邪功，才致走火入魔，癫狂而死。这等邪宝，需要好好保管。 千万不可修炼，师兄，你也太过谨慎了。依我看来，功法本无善恶之分，关键是为谁所用。若是我们修炼此功法，则是振兴我焚香谷的大好时机啊！万万不可。魔教心法和焚香谷心法本非一路，怎能胡乱修习？师弟，你该不会是想…… 修习这天书里的邪功吧？啊，当然不是，我是一时高兴，随口说说。天书在师兄手里，自然由师兄定夺了。鼎师傅，师叔，谷外有魔教妖人出现。哦，竟然敢到焚香谷来撒野！走，我去看看谁这么胆大包天。 金平，我跟你无冤无仇，何苦如此相逼？秦无言，你这个叛徒！今天我就替鬼王杀了你！金平儿，又是你啊！魔教妙公子，上官策也好，让你落入焚香谷手里，慢慢折磨，倒比杀了你强。 不奉陪了。哎，别追了。秦无言，想不到你也有今天，终于落到我手上了。哼！等等。
到现在你还抱有侥幸心理，你害死我外公，害死多少无辜百姓，这笔账我还没和你清算呢。老城主生前待我宽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为愧疚之事。我对他必无加害之意，当年是鬼先生暗地里给他下的蛊。你说什么？下蛊的不是毒神吗？将血蛊之术交给我师父的其实是鬼先生，那时我师父还当他是好意，没想到一切都在鬼王的算计之中，想借我万毒门之手除掉障碍，侵吞余都，再进入万福古窟，完成鬼王宗复活兽神的大计。复活兽神？师父，在万福古窟时，那鬼先生确实想复活兽神，但是被青云门阻止了。鬼王要如何复活兽神？你给我细细道来。云谷主，告诉你这些能饶我一条命吗？只要你不杀我，也别把我交回给鬼王宗，我就详细的告诉你。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们谈条件？我也是将死之人了，就像你们说的，我是死有余辜，哪怕你们大发慈悲放我出去，鬼王也不会放过我，青云更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只有留在焚香谷，我才是安全的。我这不是谈条件，而是恳求诸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于是不是真的，你能不能活命，就看你的表现了。焚香谷已经来信了，李寻已经把天书交给了云逸兰，他们会妥善保管天书的。信中还说，让我们青云不必担心。果真如此，焚香谷就有大麻烦了。哦，师侄，此话怎讲？天书对魔教至关重要，当年鬼王煞费周章，布置长线，为的就是万福古窟和定海山庄的天书。如今天书落入焚香谷手中，鬼王怎么可能会放过？定会设法夺回。若是轻敌大意，那云逸兰等人就非常危险了。这与我所想的是完全一致。我去信之时已经提醒过云逸兰了，魔教觊觎之心已久，他何尝不知啊？只可惜啊，这云逸兰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他自己的打算，此时说什么恐怕他是听不进去的。焚香谷剑派说来已经有1000余年了，现在还镇守在十万大山的最前线，可见其实力之强绝。你们可曾记得10年之前我们的青云一战？青云一战以你们之见，正派之中损耗最小的应该是哪个门派啊？魔教惨败，青云惨胜，天音普智已死，普空受伤。如此看来，不错，这些年以来焚香谷已经成为保存实力最为完整的一派了。自我青云大伤元气之后，云逸兰所领导的焚香谷隐约之中已经成为了各门派之中的最强的一派。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听从于我们吗？魔教落败正是因为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如今焚香谷托大，恰好给了鬼王宗可趁之机。鬼王的诡计层出不穷，即使云逸兰上官策有所防备，恐怕也是难以抵挡。更何况10年前与10年后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如今魔教只有一派，
鬼王只会起来，也不会有内讧的情况。哼，内讧，只怕这云逸兰并不希望有内讧。师叔的意思是？好，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镇守着十万大山，关乎着我中原的安危。现下各派所面临的问题，重中之重，也在于此。 这鬼王一旦复活了兽神，焚香谷绝技是挡不住的。所以，除了给云逸兰之外，我同时给天音阁的普红掌门也去了封信。待他回复之后，我们再见机行事吧。师叔，不宜再拖下去，恐怕魔教最近就会采取行动。师侄啊，我们不妨再等一等。 毕竟以咱们的立场，不便过多干涉焚香谷的所作所为。再等等吧。师兄，我觉得青无言所说的应该不假。怎么说？鬼王想集齐天书，复活兽神，这和青云门送来的信内容是相符的。而我们天书在手。 他们派人来明偷暗抢，这都是有可能的。就两个人，怎么行动啊？那鬼王不会蠢的以为，就凭这么俩人就能拿到天书吧？就像秦无言说的，他们不过是前来探路的，之后还是会有人陆续过来，只不过是鬼王棋差一招。 想杀秦无言不成，被他狗急跳墙跑出来投靠了我们，为求一线生机呀！师兄，鬼王恐怕还有后手，不可大意。鬼王若真有此通天本事，为何在青云门前落荒而逃呢？放心吧，师兄，有我们在。 他们绝对过不了焚香谷前往十万大山的。先前是秦无言和金平儿，接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说不定下一个来的，就是那个血公子。常言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若总是有人前来搭救，当真不好对付。 必须尽快除掉，否则，万一他这是骨肉计，实则与鬼力等人里应外合，或是打探谷内消息，将会更麻烦。师兄，我们毕竟是名门正派，秦无言诚心投靠，就这么把他杀了，似乎有失厚道吧？况且。 秦无言一定知道鬼王很多其他的秘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啊！至少也要把那些秘密都套出来，再做处置才对吧？
既然你已经把实情说出来了，他一定不会杀你的。是吗？那他会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吗？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只要你诚心悔过，焚香谷乃名门正派，虽说是斩恶无尽，但绝对不会以杀止杀的。回头是岸。其实早在于都之时，我就想离开万都门了，只可惜大错已铸成，无法回头了。你别想那么多了，就好好先在这悔过吧。燕姑娘，无论此番是生是死，我都感激于心。云依兰，上官策，你们这群欺世盗名之辈、狡猾之徒，又抢到什么宝物了？九尾妖狐被镇压了300多年还不老实，继续待在玄火潭下悔过吧。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救我出去的，到时候我是要将你们焚香谷杀得鸡犬不留。被关了这么多年，除了放放狠话，你还能做什么呢？师弟，玄火潭下镇压着九尾妖狐，如今又封印了天书，只不知那鬼王何时来抢。青云恐怕也想要的。而今局势未明，切不可轻易动用玄火剑，须得仔细防守此地。师兄，如今我们天书在手，此乃天赐良机呀，何不趁鬼王大举入侵之前，我们修炼天书，增强实力，否则更待何时啊？不可！你怎么还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天书魔性极强，轻易不可动用，否则就连你自己也会受到影响与侵蚀。如果真能增强实力，师兄如何不与你休息？师弟，此处未有旁人，只有你我。有句话我就这么说了，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师父说过你最大的敌人是什么？还记得吗？谨守本心，切勿着了心魔。知道就好。走吧。本心，哼，真是个笑话。云依兰不过是想霸占天书，独自修炼吧。师弟，怎么还不走？待的还习惯吗？不知你可有悔过之心呢？潜心悔过，说还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但言无妨。既然你这么识趣，我就不兜圈子了。鬼王为何要获取天书？不只是想复活兽神这么简单吧？上官长老是想问天书的作用吧？你不是知无不言吗？那告诉我，天书到底有何用途？天书是我门派至高无上的功法，心诀包罗万象，谁得到它将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起死回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功效而已。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你不占为己有呢？若我得到，还用得着臣服于鬼王宗吗？都是鬼王偏心鬼力，将天书授予他，才令他功力大进。魔教妖术，迟早会反噬自身的。恕我直言，这世间的功法，本身并无正邪之分。过历这十年来，功力大进。 也都是拜天书所赐。只是鬼力用它来作恶，方令人闻风丧胆。若是落在正派之人手中，自然是为世人造福。实不相瞒，此次来焚香谷，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哦，说。死亡沼泽一战中，李寻带回天书，想必用不了多久。 焚香谷便将拥有最为强大的修为，成为正道巨制。青云的鼎盛已经过去了，来日必定是焚香谷的天下。良禽择木而栖，只要长老能让我留在焚香谷，我愿效犬马之劳。愿效犬马之劳，你说的？愿听长老吩咐。 师叔，师叔，手下留情啊！师叔，师父不是说要留他性命吗？他死不了，我只是废了他身上的修为，把他带到厢房，好好照顾，就说是我的吩咐。不过，绝对不能让他离开焚香谷。是。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是上官师叔让我带你来的。他虽然废掉了你的修为，但好在最艰难的一关你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谷内好好住下，如果表现好的话，或许师父会开恩收你为……废去我一身修为，是要收我当焚香谷的弟子吗？我不知道师父和师叔怎么想的。等到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问吧。 我自知罪孽深重，不仅跟你的师兄李寻有血海深仇，更与青云那些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收留我，若让青云门的人知道，只怕会伤了焚香谷，跟青云的和气。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焚香谷创派千年，乃正道第一大派，平时不跟青云门争，是不屑去争，并不代表咱们。 并不代表我们就怕了他们。你只要一心听从我师父和上官师叔的命令，好好做人，就不会有事的。好，在我被废修为之时，多亏燕姑娘替我求情，否则只怕性命不保了。你误会了，是上官师叔饶你一命，跟我没关系。 你先好好休息吧，有事就通知门外的弟子，他们会智慧我的。上官子。
接到金平儿消息，无言以深入焚香谷州，只是上官测他多疑，废去了他一身修为。很好，宗主，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无言修炼多年，现在修为尽失，你叫他以后如何自保？修为没有了，还可以再练吗？他的体内毒性积累多年，又有毒神下的蛊，各种毒素在他的身体里实在是对他不利。 此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我定会帮他增强修为。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无言为鬼王宗做到如此地步，还望宗主不要忘记无言今日的牺牲。这个我自然知道，莫非宗主也想赐他一卷天书？青年才俊，后起之秀，这才是我派雄霸天下需要的中坚力量。 只要他此行能表明他的忠心，赐予他天书，又有何不可呢？此事到时候再说吧。只是我定不会亏待于他。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要取回天书。不知宗主打算何时向焚香谷发起最后攻击啊？玄火潭下镇着九尾天狐小白，小白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 这是我们第一个有力的条件。当年六尾为了救小白，曾深入玄火潭，如今封印已然松动，想必放出小白不难。正是。而天书现在在云逸兰的手上，他定会将他与玄火剑一道镇于玄火潭之下。上官策好胜不服输，和云逸兰相争多年，秦无言正好利用天书。 挑拨他们师兄弟二人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有利条件。金平儿如果与他配合得当，说不定根本用不着我们出手，便可将天书收入囊中。此时依我之见，还需青龙亲自走一趟。如此重要的东西，万一真被秦无言得手，他又像鬼吏一样不服管束，怎么办？先前将天书授予他。 他竟然说走就走了，此事不可不防。先生，大可放心，鬼力虽然离开了，但并未走远，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该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我十分好奇，宗主何来的信心？只因眼下的鬼力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他甚至活得已经没有了自己，除了跟随我们的脚步，他还能做什么呢？前去胡岐山侦查的弟子，从鬼王宗打探到消息，不知道为何，鬼力已经离开了鬼王宗。十年前，鬼力就已经身居青云、天音、魔教天书这三派宫里，如今这十年。 更是今非昔比。听闻他现在是鬼王宗的副宗主，他离开鬼王宗的目的，想必是去焚香谷夺取另一卷天书。我看，有必要提醒云逸兰小心才是。师妹，我倒觉得未必，或许这鬼力…… 可惜啊，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决定的事情是绝技不会再回头的。如果两个人见了面，各自相持不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打起来。天师兄，就算是打起来，只要能拖住鬼力就行。如果鬼力不轻易出手，
我们就可以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对付鬼王和青龙。到时候，方可一战。舒畅啊，如何一战呢？现在，道玄师兄还未出关，恐怕就只剩下我们这几根老骨头了。好，还有几个小辈的弟子。可叹如今青云，竟如此不景气啊！年轻弟子实力不济。 这是暂时的。上次青云大战消耗了我们太多的有生力量了，如今失职萧逸才伤重未愈，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好起来的。我们青云剑派一千多年来，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嗯，形势不等人呐。萧逸才的伤势好些了吗？他回来之后一直在房里养伤。 我派便是我派中人，不可再回头。喝下这受身之血，你将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你也需得为此付出代价。你敢喝吗？青云门不过是一帮欺世盗名之徒，也不必骗自己了。若你师父真要把你培养成掌门，也不会把你派到我派中来。 道玄的眼里只有权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棋子。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替他卖命？这次是张小凡，下一次就该到你了。道玄一旦出关，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小师侄，你怎么了？师侄，你怎么了？我没事。师父上头发作了。 师叔，师叔，伤势如何？幸好伤势帝有功法护身，虽然重伤，但是还不至于伤其性命。嗯，可惜他修为大损，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醒过来。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这次真是便宜你了。要不是师叔饶你一命，必将你千刀万剐。秦无言，我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救下你这条命的。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晚辈定当尽心竭力，以报前辈的恩情。 一念成执着，沧海变茫茫，轮回中我相飞鸟尽管。记忆中听罢，点一盏烛光，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听雨声低唱，看花开尽管，叹昨日怎么。